在双北有一家石头火锅吃到饱，你知道用300多块就可以享受各种鲜肉、经典石头锅，还有甜点。你看完，你会想来吃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土豆。我们现在来到芦洲这里了，然后在我们身旁的这一家餐厅是七七石头火锅，它是用300多元就可以让你吃石头火锅吃到饱。哎，各位啊，这个石头火锅哎，可能平常我们吃那种单点的石头火锅最便宜也要200-300块，可是今天来到这边，它是吃到饱，让我还蛮期待它等一下表现会是如何的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也进去用餐看看吧 ，Go！那我们这边的话是分两种价位，那我们平日午餐的话是329，然后加一层的清洁费这样子。那我们锅底的话，我们是招牌是石头锅，那昆布锅这两个都不用做加价。Okay, 那我们这边先选一下，我想要石头锅。那今天想吃哪一种价位呢？这个329就好。这边有绝对寿星吗？有是。是，那待会会招待你就是和牛或是松板猪的部分。哦，我们刚已经跟他点餐了啦。我想说我们今天来这边应该就吃个329的套餐就好了，然后今天是2022年的9月20号了，这是招待的和牛松板猪，两份都有。对对对，没关系，一般我们是招待一份而已。这样不好意思啊。不会，没关系。不过我们先去拿点食材回来吧。OK 啊，各位，我已经拿完他所有的肉片了啦。我想说，我先把这些肉吃完一轮之后，我们再看看等等要进攻什么肉了。只不过今天店家他们招待了我们2份肉，真的是感谢他们啊。在吃石头火锅之前呢，我们先喝喝看它汤底是如何。
这个锅底喝起来有一种清甜的味道，哎，应该是洋葱吧，我还蛮喜欢的。来吧，我们先从这个最瘦的牛肉吃起来啊。我是觉得说，它这个牛肉虽然口感瘦归瘦啊，可是起码它吃起来你还是咬得动的，算 OK 了啦。我是觉得今天以这个肉片品质啊，我们给它算成七分熟，应该是没问题的啦。我觉得它这个肉片，它有符合我的期待啊，吃起来是肥嫩的。那至于它这个萨巴鱼，我们直接把它倒下去吧。你就自己煮自己的吧。来吧，终于来到和牛的回合了。它将这个和牛切得够薄，所以我们吃起来的口感，它不会像我们往常吃的澳洲和牛那样子，吃起来干硬干硬的。那接下来来到我最期待的部分的羊肉。它这个羊肉是带稍微小羔羊啊，我很喜欢它的香味，还有这口感呢、啊。还有它这松板猪，他们也是把它切到薄到会透光，但是没关系啦，这种寿星招待的肉就是让你吃个味道而已啊。比起刚刚其他肉片口感，我觉得它需要蘸酱好朋友的支援呢。哎，我们刚刚煮的萨巴鱼跟鸡肉应该也差不多了。萨巴鱼吃起来，这个鸡肉吃起来竟然是软嫩的。
好了，我们第一轮的东西都已经吃完了，我们再去拿第二回合的东西吧。好了，各位啊，这回合齁，我是主要是拿了刚刚觉得喜欢的肉片啊，还有一盆汤底，我们让这锅汤丰富起来吧。好了，我们就让这锅汤自己煮一下了。我们先来吃一下它现场的牛冻看看呢、啊。感觉这个牛肉肉质吃起来有一点干柴干柴的，嗯，哦，那接下来我们把刚刚拿的肉片全部下下去吧。我们先把这些肉片都煮到差不多快熟的时候，再把葱花倒下去了。哎，我们再吃看经过我们巧手调制的汤头煮出来的肉片呢。哦，好香哦！我是觉得各位啊，就是来到火锅店啊，我们也许可以照着它的吃法，照它的建议这样子吃啊。可是啊，我们也可以依照我们的喜好去用它现场的东西，变化出来我们喜欢的味道哦。好了，那我们再去拿点东西来吃吧。是不是嘛，各位？好吃的肉，它在台面上很快就被清光了、啊，所以我们就只有拿到一点羊肉，还有一点猪肉而已啦。香喷喷的葱花羊肉，
好了，我们最后的羊肉冲刺起来了。最后这些肉片的部分，它沾附了火锅精华。我们今天这样吃肉，好舒服。尤其我们今天在双北这个地方啊，我们这下午花300多块就一直吃肉吃肉还有吃肉。那等一下我们去拿点点心来吃吧。各位，刚刚店家他们拿了他们平常活动的泡芙招待我们，只不过这个东西也是大家都有办法吃得到的，但平常我应该是不会参加这样的活动吧。我没有想到它这个 Oreo 粉配上冰淇淋的口感还蛮奇妙的。哦，这个荔枝口味的吃起来很清爽耶。我们今天吃完火锅再吃这个冰淇淋，我就觉得好舒服哦。那等一下我们去跟他结账，再到外面做结尾吧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来到外面的了。我们在这个秋天的午后来到这个地方，晒晒太阳，吹吹风，甚至等等，我们还可以钓钓鱼，也许会中雨吧，会中雨吧。不过 OK 啦，我们来说说今天吃石头火锅的想法吧。今天我们吃的套餐价格是329元，可是它有另外一个500多块那个套餐，我是觉得说它虽然多了一些肉片。甚至还有一些海鲜，我们先不要说我们今天的料理方式是如何，可是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的用料跟我们之前吃过餐厅很像？各位，你们有没有发现最近北部越来越多300多块吃到饱，到处林立，也许是乱世出英雄，在这个物价通膨的年代，我们一般人所需要的东西就是在这种月底可以轻松吃的吃到饱餐厅。然后你问我说，如果你要我再花300多元来这边吃饭的话，我 OK 吗？当然 OK 啊。在双北这个价格，它能存活已经很厉害了，好不好？这边就是让你尽情的吃肉片的地方了，好不好？
那各位看到这边，如果你有什么推荐吃到饱餐厅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我看到就去回复啊。还有，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欢迎加入我们频道会员，一起成为滨远的美食家哦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，拜拜。